好，弟弟你要买车子吗？我们一起买车子好吗？要。要车子啊、哦？10块很便宜。里面都是有什么车子呢？你看这些。我们打开来看好不好？好，那我的。好。我们跟老板一起买，来。一起打开吧。小心哦。我会用。好。哎呦，我想到好吃。它是鲨鱼，对，它是鲨鱼牙齿剪刀。哦，哦吼，嗯，妈妈来用。好，剪刀拿给我。剪刀拿给你。嗯。不行。可以。我要打开。这是什么？还有叉子。还有最后一台给弟弟。你干嘛？你干嘛毁坏弟弟？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车？告诉我一下。我的是这个，这个。这个是什么车？我不知道。弟弟，你知道你手上拿的是什么车吗？两个车。它是什么车？这个是救护车，这个是马路。马子，马路来。我看一下啊。马路。随便排一排了。哎呀，往前跑。这好多标志哦，对，就是停止，不要再进去了，这里不能通行。这个呢，这个是不可以进入，不要进去。这个是红绿灯，要注意标志记号或者注意有标。这里不许停车。这里是小孩子上课的地方，要注意安全，要开慢一点。这里是残障人士的停车位，身心障碍停车位，就行动不方便的人停车位。这个就是不能回转，知道吗？对，知道了。这个叫什么？我看看这个是什么车呢？弟弟来当弟弟那个来我们。这个是餐车哎，这里面有卖东西的车。弟弟这一台来当警车，如果我已经没有对的，这边可以进去，我要进去哦。姐姐拿的是巴士，不是，是计程车，在哪里？对，这个是计程车。另外一个呢？我们在玩车子，货车。我看一下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物流车。物流车。快递车。包裹车，我要进去了。我进去没？派送包裹。我开送包裹，因为，红灯了，我不是我，厉害！耶，这是停车车，耶吼耶吼，我停这地方。我停在这边。我们都停好了。好。就放在这里啊。